我们看到它每一次突破，对吧？就是就最近突破，它都在奥密克戎家族里面，它很难再突破出去了。所以碳基生命，我认为它的一个病毒的传播，它一定是二零值是有极限的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看到非常好的就是它始终在奥密克戎的家族里面。你只要在奥密克戎家族里面，我们就会有交叉免疫。我们原来的疫苗，我们的以往的感染，我们就会有一定的作用。所以你一直认为三年过去有病毒没有了，其实我告诉你，三年过去有病毒其实一直是在的。那么我们以前为什么说大疫不过三年，是因为是我们的 host immune 的 system， 是我们的宿主的免疫系统，让我们感觉到大疫不过三年，但是病毒始终是在那里。所以病毒你不监测，病毒就没有，你一监测，病毒始终是在那里。今天我们对地下水进行监测，今天我们对病毒的临床病理进行监测，我们就知道病毒一直在那里，从来就没有。就是你认为周边都没有病人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还是监测到